家收睇《樓市思見》，我係今集嘅主持 Florence。我哋好高興繼續請嚟施生同我哋分析樓價走勢同埋市況。施生你好，你好。咁今日最新一期嘅 CCL 收報175.68，按週下跌咗1.07%，算係近期比較明顯嘅跌幅。咁再加上本港爆發第四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啦，咁確診數字亦都連番急增。咁施生，你預計今次嘅疫情反彈短期之內會對本港嘅樓市造成幾大嘅衝擊呢？疫情反彈咧，就通常都影響二手市場嘅睇樓活動嘅。即係有啲業主會覺得放啲陌生人入嚟屋企好危險，咁啊睇樓減少咗，成交都減少嘅，嚇！即係樓始終係一個大嘅投資，冇理由睇都唔睇就買噶嘛。咁成交減少咗之後咧，一啲急於套現嘅人咧，唯有以降低嘅價錢作吸引啦。所以通常喺呢啲情況咧，價錢都會微微下調嘅。咁今次跌咁多咧，就我相信有幾方面因素嘅。一個咧就係即係有啲新盤呢段時間開就搶咗好多客嘅，即係令到二手市場係嗰個客源啊少咗，因為呢段時間有個叫柏傲莊喺大圍站上蓋就好受歡迎嘅，推咗幾次都每次都賣曬嘅，咁好多人為咗認購咧就入咗飛嚇，咁變咗啲客去咗嗰邊，二手就少咗客啦。因為我哋嘅城市指數主要係反映二手市場嘅情況，所以柏傲莊做得好咧，其實冇喺呢個指數度反映出嚟啊。咁二手俾人搶咗啲客咧，就反而反映咗出嚟。咁另外，最近嗰個市場咧，其實係1000萬以上嘅樓咧，係受到嘅壓力比較多嚇。即係1000萬以下咧，政府放寬咗個按揭上限，可以做到80%按揭，即係200萬首期就可以買樓啦。但係啱啱過1000萬，哇！嗰個即係按揭嘅能力大幅下降咧。跌到得50%，即係你首期都要俾50%，由20%首期到50%首期咧，係成大批人就廢咗武功嘅，即係變咗1000萬以上嘅交投係少咗。即使有交投咧，會出現嘅情況，譬如你1100萬，哇，借少咗咁多，有啲人就會偷雞做台底，或者當買家私啊，將個樓價就變翻899,000，咁另外嗰啲錢咧就一係就台底俾，一係就話買家私錢，咁樣咧其實係將樓價一部分削咗出嚟變其他嘅交易。咁喺呢段時間啱啱撞正疫情啊，咁咧就交投亦都會少咗嘅話咧，今年年尾收市嘅價咧，睇嚟好難追到年頭噶啦。即係今年可能跌少少，2-3% 之間，但係都係一個下跌年，即係年尾價低過年頭價。我年初嘅時候咧都係睇跌嘅，不過拉尾其實市跌得好慢，有啲時候仲反彈添，所以當時就覺得哇，你哋可能跌唔落去啊！咁而家睇個樣子，微微地跌啲啦嚇。咁基本上嘅格局都仲係喺高位徘徊啊。原因我相信都係貨幣供應增加啦，資金仲係有流入啦。咁所以就即係不至於出現恐懼性拋售，但係市場冇乜太大的利好消息，經濟在疫情下可能繼續衰退，失業率上升，負擔能力下降，這種情況下期望樓價大幅飆升是沒有的，跌得少都是因為貨幣因素。
咁而政府亦都喺琴日，即係26號，就正式撤銷咗非住宅物業嘅雙倍從價印花税啦。咁就方便一啲企業喺疫情之下去出售佢哋嘅工商鋪嚟套現紓困。咁但係咧就未有好似市場預期對住宅去進行任何嘅減壓。咁先生，你認為政府此舉係咪亦都係睇好咗嚟緊嘅樓市，或者對嚟緊樓市嘅前景都係樂觀嘅咧？香港政府咧，通常施政咧就好保守嘅，佢只係基於一啲已經出現嘅事情去作判斷，佢就唔夠膽預測將來。所以咧，點解工商鋪非住宅物業就可以揀啦，住宅冇得揀咧？就最主要非住宅物業喺前一階段明顯下跌的，鋪位就是重災區啦，即是租金跌差不多多的地方，遊客區50%、70%都有的，價錢呢就跌30%都有的，很明顯跌的。另外寫字樓都有壓力的，一個供應多之前市好的時候大家搶得很高，疫情之後呢有個說法就是 work from home 有些行業都行，我認識的朋友做 IT 啊，做軟件啊，回家做，他起碼省回了上班放工的時間，那裡都個幾兩個小時，還有中午吃飯呢，他如果公司有事趕著要做的話，而那個職責又分配得比較清晰的話，他發覺在家做的 productivity 即是生產能力更高過上班，所以可能將來他說寫字樓都小一點了，經濟不好，工作形式改變，都造成商業大廈壓力比較大的。這些所謂辣椒其實不是一個正常的印花稅，當時推出的時候是商用物業投資投機氣氛熾熱嘛，所以就增加那個交易成本。現在市道正常翻，甚至市道其實偏弱的情況下，即是你不需要再落井下石啦，所以可以取消了它，等它正常化。所以這個對它不是說對住宅看好，而是很明顯商用物業處境惡劣，所以它就減輕它的負擔啦。住宅看不看好呢，我不知道，但起碼剛才我們說都是跌少少而已，預計到年尾都是跌2-3%，在樓市跌2-3%不是很覺得的，所以政府是未曾做任何措施，看看要對住宅採取什麼態度，因為變化不大。不過我自己覺得投資市場是陸續有些壓力的，如果資產價格真的下跌的話，遲些政府逐步放鬆的機會是存在的。不過望都不要望了，政府什麼時候會放鬆呢？就是你很明顯弱的時候才放鬆咯。而最新一份的施政報告亦都很著力去增加公營和資助房屋啦，當中包括政府是首次去全數覓得足夠未來10年去起超過300,000的公營房屋的用地，亦都會透過重建大坑西村去發展這個首置上車盤。其實這些措施都是否可以能夠真的完善到這個置業階梯，或者是幫助加快個流轉，令到我們將來的樓市可以有一個相對穩健的發展呢？他說找到地，其實如果嚴格一點說，是應該叫做找到要去拿的目標。我看中了，這個不錯，可以
照佢係未來女婿啊，呢、這個做 second choice， 咁都唔知道人哋制唔制嚇，即係有啲佢係中地，話中地好複雜噶嘛，業主又唔係佢嘅，上面又有租客走嘅時候又要安置，有牌都未到手，即係睇中咗目標。幾時到手呢？仲有排搞嘅，啊，有賠償啊，要做一啲規劃啊，要搞基建措施啊，呢啲嘢咧都係3至5年嘅時間先解決到，所以而家你新增嘅當佢唔止目標啊，搞掂啊，都唔係喺嚟緊呢幾年。即刻可以到手的，即是未那麼快落成給那些人入住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公營房屋的輪候時間接下來都不會立刻降低的，唯一降低的呢就是譬如真的很多人移民，那就沒那麼多人來排隊咯，你一直有人入住，後面沒有人排，但是移民的其他國家都揀的嘛，你住公屋想移民，不是很多地方去的嘛，所以變成輪候的，我擔心嚟緊都仲係增長的輪候時間多過很快可以縮減，可能要等6、7年後呢才可能有實質的改善咯。咁我哋今集好多謝施生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嘅市況同埋樓價走勢，咁我哋下集再見。